恭候你自己的教导，我们愿意把黄博士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晓得他在新加坡有许多事工，他愿意抽出时间来帮助我们。主啊，我们感恩，求你给他有聪明智慧，让他所讲的能够帮助我们。我们也把所有的学生也交在你手中，那些还没有进来的也求你引导他们。我们也求你带领以后等一下在听完这个课程要在分组的时候所讨论的问题，也求你带领。谢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交托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永兴，听不到你声音，不好意思，我忘记开麦了。那让我来为大家做黄博士的简介。那1985年到1992年，那黄博士取得美国的这个神学硕士跟哲学博士。那1997年到1999年，前往英国丁道研究中心从事博士后研究，专心着述。1999年到2001年，担任新泽西梅德华人基督教教会的顾问。2004年到2006年成为剑桥中国基督教会的顾问，2006年到2015年成为环球圣经公会助学者及国际总干事。那2015年到2017年，他成为金灯台总编辑和总干事。那黄博士曾担任新加坡神学院的专任讲师、义道研究中心的名誉研究学者。那黄博士专于释经学与圣经研究，经常受邀到各处做培训的工作。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黄博士来为我们分享今天的课题，有请。好，我可以这个分享我的这个画面啊。嗯，可以。你们可以看到这个画面，可以啊，没问题啊。嗯，看到了。好，好。那非常，讲，好，那我非常谢谢以盛的邀请，让我有机会跟大家来分享这个从基督信仰来看这个财富这个课题。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范围的一个课题啊。那我主要是要从传道书来看这个课题，那也会从一些其他的经文来看这个课题。我们一般上都觉得钱财对我们的帮助是很大的，是钱财有很多好处。那么在传道书它分成日光之下跟日光之上，那我们如果我们来看传道书的教导，从日光之下讲看钱财和事业，那传道书有这样的一句话，设宴在传道书10章19节，设宴是为欢笑，酒能使人生快活，金钱能解决万事。那我用的圣经一本是这个圣经新一本啊，特别是这一节经文的最后的一句话的翻译蛮有时代感的啊，金钱能
解决万事。那我们有一句话说，钱财啊，金钱能够使鬼推磨，所以金钱实在能够帮助我们做很多的事情啊。那我们不一定是有钱去做坏事啊，就是很多好事啊，很多我们想要的东西，很多我们想享受的啊，都能够有钱财就能够解决了。那甚至有人想去海外念大学，本身就需要很多钱，那有一些人实在就没有机会啊出国念书，就是因为有钱财上的需要啊不足。所以钱财实在是有很多好处啊。那你可以有了钱，你可以天天到餐厅啊吃山珍海味，是不是？那你可以有很多的欢笑啊。那么在古时候他们也很喜欢喝酒，所以酒能使人生快活。那有钱你很多事情就能够解决了，所以你可以过得很自在啊，很快乐，是不是？那么箴言十章十五十六节也这么说，富翁的财物是他的坚城啊，好像坚固的城市啊，穷人的贫乏是他灭亡的因由啊。很多时候你有钱你就能够过得好，以外呢你很坚固，对不对啊？很多人有钱你就会有势啊，啊有势你就很能够保护自己。那么但是呢你贫乏贫穷甚至会带来死亡，因为有时候你病重了啊，你不能够看最好的医生，不能够用最好的药，那你就可能就灭亡了，对不对啊？财富使朋友增多，但穷人连他的一个朋友也与他分离。你有钱你很多朋友啊，你去到哪里都是朋友，那有朋友你日子就过得很快乐啊，天天有人陪伴啊。但是呢你没钱的时候，可能连你本来的朋友都离开你啊，因为他怕你向他借钱啊，所以你打电话给他他就避开你的电话。所以呢这个时代大家都很盼望能够有许多的钱财啊。是的，钱财实在是有它的很多的好处，那很多人也想拥有更多的财富。但是呢我们有了财富有了钱财，真的我们就快乐吗？我们就满足吗？事实上不是这样的。甚至好多有钱的人可能他们更不满足更不快乐啊，特别是我们年轻人啊，我也当过年轻人啊，你高中毕业或者你大专毕业你出来工作，你那个时候的理想是什么？其中一个理想就是想赚多多钱嘛，我就不会再过现在贫苦的生活啊，我就能够不但自己过好生活，我的家人也可以过好生活，我的父母亲也可以过好生活，我的兄弟姐妹也可以过好生活啊，这些都是很好的理想很好的动机。但是真的有一天那些很富有的钱财很多的人真的都只是有这些好处吗？其实它的坏处很多，甚至可能坏处多过好处啊。这个不是说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可能你在年轻刚刚读完书的时候你会很多理想其中一个理想就是要有很多钱财。传道书五章是啊，你可以把你的这个 slideshow 换成那个 slideshow mode 嘛，因为有点小，可能他们看不到。我放大啊。嗯嗯。好，可以，你等一下啊。这样可以啊。嗯，可以的。啊哈。好，那等一下啊。好，那么在传道书五章十节。他告诉我们钱财其实不能够使人真正满足啊，
如果你看传道书五章十节说，贪爱银子的不应有银子满足，贪爱财富的也不应得力支柱，这也是虚空。所以一个人的满足不在于他钱财多少，甚至有可能他钱财越多他的满足就越少啊，因为不应有银子满足 也不应得力支柱，这也是虚空。为什么呢？这边讲到支柱啊，因为你的满足跟支柱是相形双轨道的，你能够支柱你就很容易满足，你不能支柱你就不会满足。但是一个有钱的人呢，他很难满足，为什么呢？因为他很难支柱。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虽然我没有办法像那些财富很多的人啊有几亿啊，但是我可以想象为什么，因为圣经的话是没错的。比如说当你刚刚出来工作的时候，因为我们这些都是很多是高中生大专生啊，你们来这个特别来看人生啊，你会想说哎呀我一个月有3000-5000块的薪水那就不错了啊，比如说在马来西亚，那我一年可以存10000那是很多了啊，那我盼望我能够有100000有100000。但是你发现很快的哦，你工作了几年可能你很顺畅啊，你很快的，你看你的银行存折或者你买的股票等等，哎，你真的有5万-10万了啊，当时候你刚刚毕业身上没有分文，那你觉得有3000-5000块薪水就好，那现在可能你工作已经有一个月10000块，假设你是算是比较特殊的啊，很多人做了很多年了也还没有这样的薪水，对不对？假设你真的比一般人更有成就啊，你很快的你就手头上有10万了，几年后那你会说，你当时候刚刚毕业你说哎呀我有5万-10万那很好啊，但是你知道10万能够做什么呢？买一个车子啊，买一些好品牌的东西，好点的生活，那10万就用完了，可能还不能买房子呢。当然你房子可以分期付款，但是要还很多年，对不对？那你就已经过了这样的生活了，不像以前是开 motorbike 啊，开一个烂车，现在是开有豪华的车等等。但是你很快了，你就觉得我盼望我能够手头上随时有100万啊，我开的可能要开奔驰啊，拍一些更拥有更多东西，你很自然就会这样想，所以你又继续努力了啊，果然你真的是一帆风顺啊，很快你就100万了啊，还有房子，还有更豪华的汽车啊，你不会说哎呀以前我刚刚毕业说10万好，现在那太好了，我就生那时候可能才30多岁了，我就生活慢下来了，我就不需要再这么勤劳，我就保持这样的生活就好了。保持这样就很知足啊，那就表明你很知足了。但是很多人到这个阶段，他看看旁边，因为他的生活，他所交的朋友，他的花费已经到另外一种程度了，每个月没有几万块钱花费，那是很正常的，对他来讲，我都这样用钱，这样花费，我不能够不，我要更好的生活，那我要1000万了，我要10000了，啊，可能有一天到了1000万、10000，你会说，哎呀，我现在甚至，出门坐这个飞机，我是坐那个一等的，啊，买一等的座位，啊，那么，人家是2000块。机票我10000块一趟的机票我都觉得没问题啊，生活到另外一个水平了。但是你再看那些更有钱的人太多了啊，所以你就发现你一直不会满足哦，因为你的支柱已经越提越高了。那你想想，当你有10万的时候，你盼望有100万。你有100万的时候，盼望有1000万；
有千万的是盼望有亿万，千万跟亿万的差别是多少？是九千万呢？百万跟千万的差别是九百万呢？十万跟百万的差别是九十万。所以当你越有钱的时候，你越不满足的数目就越大了，你要资助的那个要达到的那个距离就越远了。你从以前十万就足了，现在要再多九十万、百万才足。有了百万，你说我要再多九百万到一千万我才知足。你的一千万，你说我要有九千万到一亿我才知足。有一亿的要十亿了。因为有一亿，你说我一个我多赚一千万，你觉得没什么啊？那才 10% 而已啊。所以你会发现。你的资助不一样了，以前你说，哎呀，我一个月有一千，有五千块薪水就满足了，现在没有，我一年我要赚一亿我才满足，赚一千万我才满足。所以钱财不能使人真正满足哦。所以我们今天要问自己，我不是说有这么多钱财不好，我不是这个意思，当然越多越好。但是这些钱财不是你满足的目的，你这人生要真正满足，当然钱财越多越好，但是不在于它你有多少才满足。这个如果你以为我有钱我就满足了，这个思想是错，是不可能达到的，因为钱财从来不能够叫人真正满足。而且你有一天有钱的时候，你发现你有不同的问题啊，而且这个问题可能比没钱的问题更棘手。传道书五章十一到十二节他说什么呢？财物增加，赐用的人也增加，物主除了眼看以外还有什么益处呢？劳力的人无论赐多赐少都睡得甜，财主的丰助却不容他安睡。你钱财多的时候，虽然你可以赚钱很快，但是呢，你可以失掉这个财物也非常快。你可以赚很多的钱，但是你可以很容易的失掉很多的钱。所以你为了怕失掉那个更很多的钱，其实它所带给你的那种烦恼是很大的。如果你说我只是工作一个月五千块，那你看现在 COVID-19， 如果你刚好你做政府工，你做老师等等，基本你不会被裁员的啊，那你还是这样过日子，对不对？但是那些做生意的做的越大的，他的烦恼就越大。当你有金融危机的时候，他说劳力的人无论吃多吃少都睡得甜，他可以睡得很好啊，最多可能这个月他没有工资啊。但是我们中国人，我们华人很会储蓄嘛，一般上的人啊，特别是我们这长辈父母辈的啊，他们做了二十年三十年啊，他们买了房子，他们有一点点积蓄，他不会因为是两三个月没有工作他就没有办法生活。但是那一些财富多的人，投资多的人，做很多生意的人，我在mall里面开的店面，现在mall没有人去，我在mall里面开的餐馆，一个月可能一万的租金，非常豪华，两万的租金，现在没有人去，还有一些雇员是不是要全部辞掉，还是只是请部分？很多烦恼啊，这些烦恼是你钱财多、事业大的人的烦恼。当然，你说有一些公司赚大钱啊，马来西亚的这个Glove 有没有世界出名的这个？但是有几家公司是像在这种时候赚大钱呢？更多的餐馆，更多的店面，
他们实在是那种财主的风度，切不容他安睡，因为他很多担忧啊。这一个马来西亚的这一个危机，一天7000多人到这个地步了，感染能够拖要拖多久啊？我这个店面我能够这样损失，不断的损失多久啊？那以前可能是赚大钱了，以前可能是生意很好的，是他好的时候是很好，但是他不好的时候他的烦恼是很大的。有一些人以为现在可能情况比较好，在一个月前两个月前啊，现在租金都跌了，各方面都便宜了，我现在做生意资本比较要花费比较少，哪里知道因开一个新店更大的危机就跟着来了，算错了。所以你知道这个带来的烦恼是有钱财的人，做生意的人，是那些劳力的人所没有的、啊、这些烦恼。劳力的人这边说无论吃多吃少还睡得很甜呢、啊，因为他的损失最小啊。所以我们今天要问，我中学毕业了，我大专毕业了，我看我的人生，如果你的目标是钱财，有一天你辛辛劳劳还是没钱，哇，你永远达不到你的目标。到有一天你达到你的目标了，甚至很成功，你发现你一样是没有快乐，一样是没满足。所以你要问自己，到底我人生目标是什么？你这个钱财的价值观没有正确的认识，那可能你会走了20年30年才回顾，才说哎呀，我这30年过得实在是浪费时间了，我不能够重新再来。那我们看接下来这个经文，钱财还会带来灾祸啊。我看见日光之下有一件令人痛心的憾事，就是财主聚财富反受其害，遭遇祸患，财富就尽失，他即使生了儿子也没有什么留给他。有很多灾祸你是想不到的哦。你不要以为你很有钱，你的事业是世界级的，甚至是我所谓世界级的是顶尖的哈、啊，新马都没有一个这样的世界级的。假设你到那个地步啊，到美国、到中国那些最高的财富的阶层啊，我告诉你，也一样会有灾祸啊。马云就是一个例子啊，你看他的财富、他的成功，哎，灾祸来的时候。就是来了。我到南非去讲道的时候，有到一个城市啊，那我们这些讲员到什么教会都会有一些弟兄啊姐妹，他们家庭借贷嘛，有时候给你住酒店，有时候给你住在他们的家里面。我是到一个家庭去啊，那个弟兄载我到他的家。哎呀，外面一进去我印象很深刻啊，他整个房子啊都是高的围墙，而且围墙上面还有那一种所谓的尖尖的那种铁枝啊，啊，避免人家高墙已经很难爬，避免人家爬，因为它还有很多铁枝啊，让人家不能越过去。然后他这个门开关他不是下来开门的，是电动的。然后电动的进去之后，你是看见有两只凶猛的狗在那边，大狗，我都不敢下去，看到有点怕，吓到、啊、他就把那些狗支开了进去，我看见屋子里面还有一只狗啊。然后他告诉我，他们在房间里面家家户户啊都有枪啊，为什么呢？因为不安全啊。
南非是相当乱的，你没有这样的保护，你随时会有人带着枪支冲进你的房子，把你全部绑起来，抢窃你家里全部的东西。家家户户都是这样的。后来我到他的店，我印象深刻哦，我到他的店啊，你按那个铃，你以为这样就进去啊？没有，按了铃，咔一声啊，那个门才可以开啊。你开了进去，你以为就走进去啊？也不能走进去哦，因为你开了门，你走进去，你发现有一个铁栏杆啊，你好像站在犯人栏啊，在那个法官面前讲那种犯人栏，那你一进去有一个铁条的那种犯人栏样子把你挡住了。他们看到你，哦，这个人放心了，又咔一声，你才可以真正进到店里面了。为什么呢？你如果门就是这样开了，可能人家拿着枪就这样冲进来抢啊。我第一次看到有一个店要这样进去的。所以你钱财多，烦恼多，可能发生的灾祸也多。如果你没钱财，你住在一个 apartment 一般的房子啊，你只要那个房，你的木门前面多一些铁门啊，基本就安全了。一般的人也不会进来抢你的东西。那些住独立洋房的，那些有商店的，这些人他们就烦恼了。当国家治安不好的时候，最烦恼的就是这些，连住都不安心了。所以你要知道，有一天你真的是那种有钱人的时候，我也是，我印象很深刻，我到一个很有钱人的家，甚至是在马来西亚，我那个印象深刻。我到他的家的时候，我发现他24小时啊，从门口还有旁一些地方，那一些守卫，那一些所谓的保安人员啊，一天呢、啊，大家24小时啊，三个时段啊 ，three shift。有十多个人啊，那十多个人在24小时轮班的来看住那个房子，这个是在马来西亚，我几年前去到这样的一个房子，为什么？钱财多啊，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人想往以为我钱财越多，我就过得越好。其实他们烦恼是很多的，愁烦是很多的。好像香港现在有一些变动，香港里面很多富豪啊，他们就为他们钱财担心啊。我今年过新年的时候到一个朋友的家啊去吃饭，这朋友是在这个一家银行里面很高的职员，专门处理那些海外来投资那些富有的人的钱，来存钱投资的人。他说现在新加坡啊，很多香港中国来的钱啊，你如果要建特别的安排，100万200万他不看在眼里。我说要多少钱啊，他说5000万他才有兴趣，太多了。现在情况世界很不好，新加坡的好的住宅区，高上的住宅区的价格一直在起，
而且起得非常的快。是什么呢？很多财富的，他们把认为他们现在所在的地方不安全了、啊，好多跑来新加坡，五千万那些银行家才有兴趣跟你谈，不然你就看到普通职员了。我讲五千万是新币啊，所以你看见钱财，你要问自己，我的目标是什么？你不要以为有钱财，一切就都很好了。你这个想象是错误的。钱财带来许多愁烦，另外一个嫌你烦恼的是讲了，他怎样从传道书五章十五节到十七节说、啊、他怎样从母胎赤身而来，也必怎样赤身而去，他在劳碌中得来的，他的手也带不走什么，他怎样来也要怎样去，这也是令人痛心的憾事。他为风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他终身在黑暗中吃喝，多有愁烦，疾病已分厌。这个我们做基督徒的人都很熟悉的一个观念，我们空手来空手去，有没有？他从中得到智慧啊，但是我们就很想拥有更多钱，其实你拥有再多，你离开世界那一刻是零，你零，你来到身上，你银行存户一分钱也没有，但是你离开世界，就是银行存户有100亿，但是离开的那一刻也是零，为什么？它是你的名字，但是你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啊。也就是说，你要明白，你就是有100亿，现在你每天吃喝，你享用、你住等等，其实你做可以住得很豪华、很好，但是你一个月的开销，别人是2000块，可能你说你一个月花20万好不好？那20万，那100亿也是花不完哦，所以那个是你的名字。而你真正在用的只是20万，那也就是说，很多你的东西其实你可以建1000间房子，啊，都是你的产业，你甚至可以把1000个房子租出去，但是你还是只租1间房子。所以你的享受，你的人生那一间房子跟有1000间房子是一样的，只要你的房子是一样，你是差不多是完全一样的，对不对？所以你不是说拥有这么多你真的是享受这么多，而且有一天离开的时候什么也没有。更糟的是什么？年老的时候他说在黑暗中吃喝，多有愁烦，疾病已分厌。有一次我有机会跟一个年老的人富翁坐在他的房子的游泳池旁边一起喝咖啡、啊、这个人他没有信主、啊、我感觉他要离开世界前，他的孩子告诉我好像他信主，他那个时候他没有信主，但是他是很有钱的，他去给我看他的房子在新加坡，好像一个巴厘岛的巴厘市的一个房屋，他是特别建的，当然是装的啦，啊，哇，那个房子、啊、长长的，有差不多20个房间呢、啊，然后有地下的酒吧，地下的小电影院，然后旁边有一个漂亮的游泳池。还有一个鱼的池，富贵鱼的池，哇，每一条鱼都是几千块的哈，还是整万块不知道多少价格，我在那边好多鱼游来游去，
那我跟他在那边喝茶，他跟我讲话的时候全部都是埋怨的话。有两个护士在旁边，他洗肾，他不需要去公医院去洗肾，去洗肾中他自己可以洗肾，而且他很特别的，有两个护士，他可以每一两天就洗肾啊，不需要人家去一个礼拜啊一次，那用很长的时间他可以自己，所以短短的时间洗了他又可以再吃了。两个护士随时在旁边，洗肾的人很多东西也不方便吃啊，行动也不便啊，那个游泳池他怎么下去游泳啊，那些房间他怎样去住啊，他住在另外一个地方，这个是他的产业，另外一个产业，他说他的大儿子现在住在里面了，都是满口都是愁烦，都是愤怨，都是不满，一点喜乐都没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所以很多很有钱的人年老的时候他拥有很多，但是这些东西我想那个游泳池梦谁享受的，可能他不在的时候啊，他的工人他用人有五六个啊，这么大的地方下去游泳吧，他的地下酒吧这么漂亮，有这个坐室有椅子，是他们的工人做完工可能坐在那沙发上自己啊休闲，那什么这么多房间谁去睡啊，但是他却充满愁烦、疾病、愤怨。很多富有的人，因为他钱多，如果一个穷人可能很快的医药不足，照顾不够，很快离开世界，所以他就因为他有钱照顾得好，所以他拉的他的命拉得长一点，但是他长一点，他的愁烦也长一点，疾病也长一点，愤怨也长一点。那我在那边跟他谈，我只能够告诉他什么呢？我们在主里，我们充满喜乐，我们充满满足啊，我们充满人生的盼望啊。我只能够跟他分享这一切啊，因为这个就是我所拥有的，他拥有的那一些我没有啊，但是我拥有的这一切他都没有啊。所以你看见钱财不是一切的答案，所以钱财带来烦恼，带来重担。那当然有一些人有另外一种情况，我恨恶我的一切劳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我也巴不得把我不得不把我的劳碌成果留给后人，那人将来是智是愚，愚有谁晓得呢？可是他竟要掌管一切我劳碌得来的，就是我在日光之下可用的智慧得来的，这又是虚空啊。其实很多中国人也都有这个思想啊，我们劳劳碌碌，哎呀，自己苦一点无所谓了，但是我们就积蓄很多财富。那虽然我们不能够享受，虽然我们很多烦恼，虽然我们很多甚至疾病等等，哎呀，想到给下一代我们就好了啊。很多人有这样的看法，觉得这样也不错嘛啊。但是我们想深一点，我们留给后代。后代是智是愚谁晓得呢？如果他是愚笨的，他很快的这些钱就给他骗了，如果他是不好的，这钱给他他就做很多不应该做的事，
可能他去赌博，他去做一些过糜烂的生活等等，反而不见得是好事情啊。当然他是治的，是好的，当然这些钱财他可以做更大的事啊。但是总之这些你都是留给别人的，而那些人呢，后人，假设你这么成功这么多，他不用劳碌他就得到这一切了。所以他是说你劳碌的给那些不没有劳碌的人呢，这不是很虚空吗？其实你给他多也是这样，你给他少一点，只要他不要把一生债留给他，那不是很好吗？他自己如果他有是智的，他自己懂得生存啊，他是聪明的，他是愚的，你留给他也没用啊，甚至可能害了他。所以你这样思想的时候，不见得真正能够觉得生命这样过是有意义的，因为你劳碌一辈子是叫另外一个人完全不劳碌的生活，你这样对待自己有没有道理啊？他的意思是说你不是，他不说劳碌是不对的，他是说你已经够了，你已经赚够了，可能你是一个千万富翁了，你还要这样劳碌来去得到一些你不需要的钱，你的生活根本也不会再去享受这么多的钱来留给后人。如果你懂得知足，你过一个安稳的生活，你也继续劳碌，但是不需要劳劳碌碌，为什么要这样呢？你劳劳碌碌是为了什么呢？反正你已经够了嘛，而且还可以留一些给后人，为什么还要劳劳碌碌的到最后一刻呢？离开世界，离开世界那一刻，什么都不是你的。所以我们要想想看，到底我钱财在我们人生中占什么地位？那钱财之中只是虚空。有一些人实在是好像 Bill Gates， 好像是马云这些好像这个 Tesla 或者 Amazon 的这些大老板啊，他们是世界级的富翁，就好像这边传道书二章四到八节所讲的，他说我大肆发展，为自己建造房屋，栽种葡萄园，修造园有在园中栽种各种果树，花造水池，用来浇灌培植树木的林园，我买了库杯，也有生在家中的牛犊，又拥有大群的牛羊，胜过任何比我先在耶路撒冷的人所拥有的。我又为自己继续经营，以及列王和各省的财宝。我又为自己招募男女歌手，收纳许多妃嫔，是世人所以为乐的。然后我于是我日渐昌大，超过任何比我先在耶路撒冷的人，我的智慧仍然与我同在，我眼中所求的我都不禁止，我心所喜欢的我都没抑制，我的心因我的一切劳碌而快乐，这就是我从一切劳碌中所得的份。哇，这个好像是无往不利啊！好像这些顶级的有钱人，他为自己事业大大的发展，建造房屋、葡萄园等等，甚至有墓碑。他说，胜过任何比我现在耶路撒冷的人所，胜过以前的人所拥有的。还有呢，日渐昌大，超过任何比我现在耶路撒冷的人。而且他的智慧还仍旧与他同，还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
你先看这些现在我们的世界的超级富翁啊，他实在他们现在所拥有的是超越过去任何人所拥有的啊。他们现在财富可能是以前的最有钱的人也不能够跟他们现在比，那以后的不知道，至少现在他们是超越以前任何人，就好像这个这里传道书所说的，他眼中看到的，他眼中想要的，他要拿就可以拿到，他心里喜欢的想拥有的，他不需要意志他就能够得到。所以我的心因我的一切劳碌而快乐，哇，他很有成就，劳碌就赚钱，劳碌赚钱，人家一生所赚的还不如他一天所赚的，这不是很成功很好吗？王牧师，你刚才讲的是那些都实在是烦恼，但是有一些人是到那个地步，他根本他的商业他的世界已经超越一切，好像没有人可以动得他们，不能摇动他们。但是他最后他说，然后我审查我手所做的一切和我劳碌所成就的，想不到一切都是虚空啊，都是捕风啊，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啊，想不到啊，这一切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啊，我们很难想象，对不对啊？因为我们不可能达到那个地步，你达到那个地步，全世界的人都认识你的啊，谁不认识比如给马云这些人。但是这一些人如果他聪明一点，他有智慧，他有一天达到，这些人达到了这个境界，他就会讲，就会发现原来也是虚空，也是捕风。如果他们现在没看到，迟一点他们也会看到的。我讲马云好不好，他曾经是在世界华人最有钱的，所以可以说在过去的历史没有个华人像他这么有钱。但是我相信马云现在他开始明白，他想不到原来一切是虚空是虚空，你所劳碌所成就的，想不到一切都是虚空，可能你所成就的这一切有一天反而是成为你的最大的灾祸，谁想到 Bill Gates 曾经讲过一句话，在很多年前他还是世界首富的时候，现在他不是啊，可能排第三第四啊。他曾经说，我希望我不是这么有钱了、他这一句话全世界只有他能够讲，在当时候，因为这么有钱也只有他有，因为他是首富，全世界的人还不一定办法像他有这么有钱，对不对？但是我希望我不是这么有钱，那很有意思哦，表明他看见他这么有钱还不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哦。如果他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这么有钱就好了，甚至这么有钱可能带他很多的烦恼，只有这么有钱才会有的。那我他没有讲是什么东西 但是他讲这一句话。但是近来你看 Bill Gates 发生了些什么事情，离婚啊。Bill Gates 现在他所发生的事情，这个只是一个开始啊。直到离婚，一般的产业是太太的，但太太 Bill Gates 的太太可能成为全世界最有钱的一个女富翁，女性当中可能还是全世界第一的。而 Bill Gates 这件事情，他的家、他的太太、他的孩子，
都跟他分开，连他的孩子全部跟他分开。最后他得到什么呢？失去了太太，失去了孩子啊，也失去了一个良好的名声，可能以后还有很多更多的丑闻，更多的事情要爆发出来。所以有一天，如果他年老的时候，多病的时候，他回顾的时候，我觉得他比很多没钱的人，一般的人更加虚空啊。他所失去的其实是最宝贵的哦。所以这个世界上很多东西，财富不是错的，但是财富不是答案的，甚至有时候财富反而带来灾祸。 Bill Gates 如果不是这么有钱，可能他今天的家庭还保住，他的孩子还跟他很好，他孩子都很优秀的，因为他们不能接受他的父亲做的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所以我们看见传道书给我们一个智慧来看这个人生，钱财不是我们生命的目标。他从头到尾他没有说钱财是罪恶的，他没有这样讲，但是钱财会带来这些事情。因为当我们把钱财成为我们的生命的目标，你就会有这些问题，你就要去思考。我们来从日光之上来看这个钱财，圣经有很多提醒的话，在马可福音第八章36-37节说，人就是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好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为自己的生命呢？我们常常以为这个生命就指永生啊。啊，所以你说，哎呀，我是基督徒嘛，我是永生有把握了，所以我不会赔上永生，所以我就可以赚全世界了啊，我努力赚全世界。那你这样读是对一半而已，是这个生命是永生的生命，但是这个生命也是讲你现在的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如果你的人生是以金钱为你的一切最重要的目标，你赔上了不单是不是永生的问题啊，你赔上的是现在你的生命的价值意义跟内涵。耶稣说，我来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加丰盛。这什么意思？你得生命得永生了嘛，对不对？什么叫做得更丰盛？这个丰盛就是现在的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吗？如果只是永生，那我现在我有永生，我生命贫乏啊，无所谓。那耶稣说，我不是要你过一个永生但是贫乏的今生哦，我要你过一个丰盛的今生。所以我来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加的丰盛。所以你赔上的不只是永生了，是今天的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和丰盛赔上了。但是你赚的其实是赔上这一切，有什么好处呢？你金钱不能够换得丰盛的生命，不但不能换得永生啊，也不能换得今生丰盛的生命。马云他所失掉的不只是永生啊，他今生他本来就是贫乏的了，
流血，他失掉的不单是永生了，他失掉的整个家庭啊，孩子啊，妻子的爱啊，这些不能够用金钱来换取的。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可能你以后另外一个他是只是爱你的钱啊，那不是活在一个很可怜的光景里面吗？那些钱财能够给他什么呢？不要讲属灵的丰盛，一般家庭的生命里面的爱的丰盛他都没有了。所以圣经传道书当然传统上认为是所罗门写的啊，那当然这个是有争论性，但是无论如何传道书它实在是一个曾经拥有有最有钱的富有的角度来写传道书，至少这些经文是从这个角度来写。如果你讲所罗门，他有什么？他有1000个妾，对不对？妃嫔，他拥有的财富是当时的世界最多的，甚至他很聪明，很有智慧，世界上的智慧他什么都有。但是他的人生到年老的时候，他是贫乏的。他拥有这一切，赔上他今生的丰盛的生命，有什么好处呢？所以希望我们年轻的时候看清楚方向。钱财不是罪恶，我在讲啊，但是你方向不清楚，你会赔上自己的生命，今生的丰盛的生命。我们来看这边说，不要为那必朽坏的事物操劳，却要为那存到永生的事物操劳，就是人子所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我特别是我们现在年轻的时候，还有很多年要走这条人生的道路，我们要有个智慧，我们是为那个必朽坏的事物，就是这个物质的世界，物质的世界有一天都要过去了，金钱就代表这一切。我们人生现在要出来啊，我年轻，我要打拼，我的目标是为这一切吗？还是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操劳？永生是属灵的，上帝的国度的，丰盛的生命的，有价值有意义的，属灵的，这是不是我们的人生目标？天国的，属于天国的，不是属于地上的，这个我们要问自己问清楚啊。我的叔叔是一位牧师，我记得啊，当时候啊，我在大专学院念书的时候，有机会他就有一天来到新加坡，他就跟我说，哎，我们坐那个小船啊，那个跑到这个新加坡海岸边啊，从新加坡河到新加坡海岸边走1000啊，那种小船啊，绕1000回来。那当他绕的时候呢，新加坡的岸边那边啊，海岸边，那么可以看到新加坡的城市的风貌，高楼大厦，就是那个 Shenton Way 那一带啊，你看到各个银行啊，
大华银行、华侨银行，啊，各个世界的顶级银行、汇丰银行等等，哇，这些建筑物他们的商标啊，在上面是写的大大的，还有很多政府的办公楼啊，也在那边啊。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我还没有毕业，就快毕业了，我就跟他谈，啊，因为他是马来西亚的公司啊，他也很爱我，就带我，那我们两个人坐这个小船这样看住市井，我就对他说，呀，如果毕业了哦，在银行做什么职位啊，你可以工资多少哦，在政府部门就可以做哪一个职位，可以工资多少，哇，我在那边数数数数。当我讲得很高兴的时候，他跟我讲一句话，令我到今天也不会忘记。他说，年轻人求上进是很好的，但是他在讲第二句话，那一句话就打中了。他说，读书不是为了赚钱。他是一个牧师啊，是我很敬爱的牧师，我的叔叔。我一听了，我真想那个船如果能够钻个洞啊，我就钻进去了。但是船怎么会钻个洞？钻进去就沉到海里面去了。但是我一直记到今天，我那个时候的年龄就跟你们现在的年龄一样啊。编制很美的梦，我怎样要赚钱，怎样要成就，是的，这些没有错，赚钱成就是好的。但是我们人生，我们读书，我们完成一切目标，不是为了赚钱啊，不是当这个不是我们的人生主要目标啊。你看我这个标题上面，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人生有一个更高尚的目标，而这个才是丰盛的生命。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他没有走二元论那种编辑啊，食物啊，金钱啊，是罪恶啊，肉体身体的东西都是罪恶，不是。这些东西是好的，但是我们人生不是单单为了这一个，甚至主要不是为这个，我们这个次序没有编排好，我们人生有一天走到某个地步，你就是一个基督徒，你也会觉得虚空，因为你为了赚取这个世界，你赔上了你的丰盛的生命，这个永生的生命，包括丰盛的生命。可能你有永生，但是你在这个世界是贫乏的，见主面的时候奖赏也是没的，也是少的。这个我们现在要弄清楚，免得走了几十年之后，我们才突然间恍然大悟，已经太迟了。所以接下来我要给大家看三个富翁啊，那这三富翁我不做解经了，我就读给大家听，人家讨论的时候要你们去思想啊。第一个是那个无知的财主，无知的富翁啊，他这个经文他这边说，有一个富翁的田地丰收啊，他就自己心里说，怎么办呢？因为我没有足够的地方收藏出产，又说我要怎么办，
我要拆掉这些窗房，建造更大的，好在那里收藏我的一切粮食。然后我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拥有许多好东西，足够多，连享用，只管安安逸逸地吃喝快乐吧。然后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天晚上你的灵魂必被取去，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然后另外一个财主的故事，那个青年的财主啊，圣经这样说，耶稣又开始他的行程。那时候就有一个人跑过来啊，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老师，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除了神因为以外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知道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欺诈，当孝敬父母。他的意思说，老师，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定有财富在天上，而且你要来跟从我。那人听见这话就变了脸色，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财富很多。所以我们看见耶稣讲的话，第一个他是对那个无知的财主说，无知的人啊，今天晚上你的灵魂必被取去，你所预备要归给谁呢？对这个年轻求上进的啊富人，这个财主，他就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呢、啊、他你很好，但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定有财富在天上，而且你要来跟着我。那人听见这话就变成脸色，忧忧愁愁走了。然后耶稣就接下来又说啊，等一下啊，这个啊，对不起，看不到这个是怎样弄的。哎，可以吗？等一下。为什么看不到呀？或者是你再关过开过看啊？或者是你再啊退出再进回这个包换看，再说一遍。退出啊？嗯，你试看。怎样退出？就是关掉那个 slideshow。你现在是在 PowerPoint 里面吗？你再试看 share 看。再 share 看哈。嗯。可能是这个。啊，这个出现了。看到吗？看到 PowerPoint 啊？嗯，你要按 slideshow mode 啊，不然会很小。对对对对，嗯，好，耶稣就周围观看，对门徒说，富有的人要进神的国是多么难啊，富有的人要进神的国都是多么难，因为那个
年轻财主就忧忧愁愁走了。门徒都稀奇他的话，耶稣又对他们说：孩子啊，要进神的国是多么困难，骆驼穿过针眼比有钱人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就更加惊奇，彼此说：这样谁可以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不能，在神却不能，因为神在凡事都能。第三个就是那个撒该的故事了，在路加福音，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是税吏长，是很富有，他想看看耶稣是怎么样的，因为人多，他的身材矮小，看不见，于是跑到前头，那爬上一棵桑树，要看看耶稣，因为耶稣要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往上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要住在你的家里。他就赶快下来，欢欢喜喜接待耶稣，就能看见，就吩咐议论说：你紧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请看，我要把家财的一半分给穷人，我若敲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下，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因为人子来是要拯救世上的人。好，最后我们就有这个分组讨论啊。那这边有四个问题啊，人生没钱有很多的不注意困难，同时有很多事情不是金钱能解决的。啊，我们开始说金钱的解决万事，明白吗？指哪一些事和需要，我们去思想一下。还能二，为何有时有钱人也不见得快乐？但许多人不是富有却能活得很快乐吗？为何如此？啊，那是当然，刚才我所讲的，加上你们自己可以去思想的，啊，从圣经，从你的观察，说你的听闻。可以来分享。第三，什么是有意义和价值的人生？耶稣来到世上要赐予我们什么意义和丰盛的人生？啊，这个什么是有意义价值的？这个就跟我们平常的领受，我们今天主要是讲钱财啊，或者给你们一些经文，我们去思想。这三个富人的故事当然也给我们一些思考啊，他们都是有钱人，他给我们思考一些死亡，从死亡讲得到一个智慧啊，跟特别是第一个富人。第二是时间，你的时间就是时间啊，其实你今天看你的人生的时候，很多时候不是看金钱，看你的时间，你的时间是怎样过的，时间跟你是什么关系，还有生命的关系，时间与生命的关系，一生从死亡得到智慧啊。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其实传道书是未知死焉知生，你根本对死亡带来的影响跟意义你不能够理解，你就不能够真的过一个丰富的今生啊。所以那你今生就是时间啊，这个时间跟生命的关系，那从死亡怎样来看啊，从这个第二个财主第三个财主来看他们讲处理，第二个财主处理钱跟第三个财主处理钱不一样，对不对？一个因为太多钱，但是一个呢，他的很多钱就分出去了。什么叫做快乐？好，那我想可以思考，请四奉同工可以帮忙分组讨论，然后回来可能做一个每一组最多五分钟啊，我相信你们谈了要用五分钟分享不容易。我不懂时间是怎样控制，那
那当然超过一点点是可以了，然后我再做一个总结好不好？
你刚才是在哪一组的啊？忘记了。文斌啊，你干嘛牵手啊？文斌就是牵手啊，小爸，文斌当然小爸，温度阿爸，为了什么他牵他的手呢？国外 ，OK， 文斌啊 ，Hold the hand，OK，OK，、okay? okay, 来，小爸拿出吧。好，全部回来了。全部回来了，牧师。啊，那现在是我负责是吧？嗯，呀，都可以。好，现在你是要分组讨论。对，请这个每一组做一个简单的的报告分享。OK， 所以我们就请啊每一组刚才的组长啊轮流分享啦，你们就自己 take turn 啊轮流分享。所以我们有请组长。Moses, you can stay first. 永兴，可能你要点名哦。好，这样刚才叶老师讲 Moses， 这样我们就请 Moses 吧。可以。那刚才我们一起讨论了四题嘛，然后第一题呢，我们讨论出来，我们每个人都觉得
透过 MCO 的期间，我们看到有许多东西，有许多以前追求的东西呢，我们现在因为在家里的关系，我们都怎么说呢，就是以前所追求的东西变得没有这么的重要啊，就是可能我们在 MCO 因为没有像往常这样时常出门什么，所以我们可能穿的衣服啊就那几件换来换去换来换去而已，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我们以前所追求的东西可能现在来说变得比较没有那么多的价值，反而家人跟朋友之间的关系呢变得比较的宝贵，因为我们现在可能不能跟像往常一样跟朋友出来约出来饮茶什么，所以也可能不能没有也可能有像比之前和家人之间的关系也陪伴的时间也变得长，所以透过这个 MCO 的期间呢，我们就讨论出来，我们每个人都觉得家人与朋友之间的关系呢，比以前所追求的那些东西都来得更加的宝贵。然后第二题呢，我们所得出来的东西就是我们应该学习一下，我看一下。OK， 第二题是讲说有些人有时候不见得很快乐，为何呢？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反而那些没有钱的人我们都会时常因为一些小生活上小小的快乐而使得我们就觉得很快乐了，反而这些小小的快乐可能会被那些有钱人给看淡了，所以我们应该要学习要去知足，然后也要学习去施舍，从中呢我们可以像昨天我们的讲员分享的，就是当我们施舍的时候呢，我们得到的快乐是比金钱带来的快乐更加的更加的丰盛。然后 for 第三题呢，什么是有意义和价值的人生？我们觉得一个服侍人，一个施比受施舍的人生会更加的有价值，更加丰盛，因为施比受更有福嘛。然后从中呢，我们也能够结出许多圣灵的果子。然后 for 第四题呢，三个妇人故事看死亡时间与生命的关系。我们从中学习到的就是透过 MCO 的这段时间呢，我们可以看得到死亡就在我们身边，死亡就是随时都会来到我们身边的事情，所以我们应该透过这短暂的生命呢，像我们前几天所学习到，我们应该学习如何去改变自己，然后来透过改变自己，然后去成为一个新的自己，然后来影响身边的世界、身边的人之类的。这就是我的组员的一些分析小总结。好，那我们再请下一组思韵。我们的话就没有一题一题的来去讨论，反而是总结的来去讨论。那就是我们一直就是认为说，金钱会买不到的东西就是工作上的经验，然后人际关系、健康，然后就是也是 COVID 的这个事情，就是金钱也买不到生命，我们买不到一个人的生命，让他复活还是怎样。金钱买不到，那金钱我们同时也买不到，就是知识应用知识的那个能力 application， 所以就是这些就是我们是觉得金钱是买不到的东西。那我们也有讨论，就是说，但是我们要把我们金钱所买到的，我们的才干，我们的这些学习到的知识，这些的恩赐，我们要去帮助身边的人，祝福身边的人，那这才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意义，也能够让我们得到更丰盛的生命。大概就是这样。好，谢谢思韵。
好，接下来我们请建阳。关于到金钱不能解决的事情，就是寿命可以延长，因为我们可以吃比较养生的食物，健康的食品，寿命可以暂时延长，但是还免不了死，而且是我们不可以贿赂的哈，我们还是要死。还有就是满足不了我们对金钱的欲望，像刚刚都有提到，我们人呢就对金钱呢是不断一直追求的，永远满足不了人的需要，也解决不了，也很难有比较真诚的亲朋好友。OK， 很可能有些人他虚心假意想接近你，就是为了想从你身上得到什么好处。为何有些有钱人也不见得快乐？是因为他们在事物上有很多的烦恼他们可能要他们工作上的烦恼啊，财务上的分配啊，他们公司基金的问题啊，还有就是他们的平安哦，人生他们的平安哦。然后我们有什么意义和价值人生，就是我们应该要互相扶持，帮助大家要爱人如己，服侍别人。OK， 然后我们不应该追求，太不应该意味着追求财富，而不追求永恒的生命。我们应该更注重永恒的生命。然后我们不应该享受现在的生活，却没有想过将来死亡的日子。大概是这样。好，谢谢建阳。接下来我们请严喜。Hello, OK. 第一题的话是什么是时间做不到的，是吧？大概这样子的概念。所以我们这里讨论出来是时间就它不能挽回我们所失去的东西，比如说亲人啊、宠物啊，或者是我们的那个金钱也买不到幸福、亲情跟健康啊，就是你能买到很好的病房，你也不能确保你一定能健康。然后过后就是金钱也不能修复我们跟神的关系，也不能使我们得到真正的快乐，这是第一题。然后第二题的话就是为什么有钱人也会不那么快乐，反而穷人会比较快乐，就没有钱人会比较快乐啦。然后我们得出来的结论是因为有钱人他们的责任比较大，他们花费也比较大，所以他们的 financial pressure 应该会至于比我们普通人会比较大一点。所以而且他们太有钱，他们也无法满足，他们的满足感会比较高，他们的要求会比较大，所以他们自然也没有那么容易感到幸福。但反而是这些比较平常的百姓，他们有一种清淡朴实的幸福，他们比较容易得到满足。然后第三题就是怎样才算是一个有意义的人生，就是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我们不能把这个丰盛的生命或者是有意义的人生建立在财富之上，我们要肯施舍或者是叫做肯给。然后结果我们也可以做一些我们没有尝试过的，或者是去追求一些目标，然后或者是我们要活得更像基督的样式这样子我们的生命才会比较有意义。连至于第四题我们来不及讨论，所以就分享到此，谢谢。好，谢谢严喜。接下来我们请永成。我们组就请凯恩弟兄帮忙分享了。OK, 我们其实我们刚刚说讨论也不算讨论，就很像是像在打辩论这样子，就老师问一个问题然后我们回答这样老师就一直挑战我们咯，讲我们进那个仓库的那种社会情况，
然后金钱对如今社会的重要性，人家讲买了很多物质所需要的东西啊，哇，就像是那种你可以买车买房啊，可以买到你日常所需要的东西啊。然后主要的是，我们现在是人对金钱的贪恋，你可以买到那种权利啊，可以贿赂人家去怎样讲，去获得你所想要得到的东西，所以才会导致金钱有很大的影响力。所以换句话说，这也是我们基督徒如今所面对的一种仇敌啊。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坚定我们自己的心智，然后要为这不公不义的社会打抱不平，深感荣耀。虽然我们基督徒不用金钱影响他人，但是我们还是要用我们的品德还有举例影响社会。啊，这就是我们所得到的东西。谢谢。好，谢谢。啊，我是每一组都回应，把现在交给黄牧师做回应。好，那我说一个，我换一下啊。那我不是详细一题一题讲的，给大家一些思考啊。生命的属灵定律，施比受更为有福。那这些，就是说我的处理方式是，好像我们要知道什么是假钞票啊，你不是去研究假钞票啊怎么假法，而是当你天天摸的看的都是真的钞票，所以有一天假钞票一在你面前，你一看你就知道什么是假的，因为你知道什么是真的。所以金钱可以带来很多的这个错误的人生。那你们也讨论了好多，可能在我们人生经验里面，我们遇的更多看的也更多，可能体会就更深。但是我们要懂得这些问题呢，我们先要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啊，不然我们就在当中迷失了。很多人就这样一直生活下去啊。那一个生命属灵定律，施比受更为有福啊。那还有呢，一个转变短暂的时间，成为永恒的价值恒意。讲时间，我们每一天都有时间嘛。那我们追求金钱也好，我们追求名利地位，世界的很多东西啊，在人的面前甚至是一种荣耀，但是呢，这一些东西都是短暂的。所以从那个富翁啊，第一个有钱人啊，无知啊，无知的富人，他无知的这个有钱人啊，他可能在世界上也是很受尊重，他也不是说一定要去用各种手段欺骗啊，贿赂来得到，甚至他可以用很多很正当的方法啊，但是他只是为了钱，他以为得到这些，当然也有人为了用这些钱来得到更多钱啊，在这个世界黑暗的世界里面贿赂啊等等啊，或者是建立一种势力啊，来吞噬那些弱小的公司等等，这个世界充满这样的事情啊，跟权贵的人合作啊，来这一个增加自己的财富啊等等。那这些这个世界的你会越看越多，但是他们没有看见他们所拥有其实是短暂的啊。我们怎样活在这个世界是短暂，但是我们的短暂却有永恒的价值和意义。比如说我们传福音给人，一个人信主了，你花在他的身上的时间、金钱啊，甚至感情等等，在这个时间里面，但是他所得的成果、他的价值不是可以金钱衡量的。所以我们的生命观啊，这个我将用我今天的时间，用我明天的时间啊，用我一年的时间。所以
我们要有短暂跟永恒的这个认识。啊，所谓施比受更有福，你愿意把自己倒空了，其实才能够充满。啊，你放弃的时候，其实得是得着。啊，些时候说我把生命放弃了，放弃了，舍弃我的生命，去得回生命，得着生命，是不是？这个是世界观，世界的这个世界的这种错误的世俗的不能够明白的这种智慧，只有属神的人才明白这个智慧。舍弃，我们刚才说造福人社会，造福人群啊等等，为公益啊来伸张，你要做这些，你要舍弃啊，把你的时间舍弃了，为这些公益的事情，不是为了赚钱而已，甚至你要付相当的代价，甚至可能你要面对一些威胁恐吓，在一些更集权的国家，你愿意伸张公益的话，可能你连生命可能都没了，不止你的生命没，可能家人的生命也没了。但是多少人有这样勇气来过这样有价值的？耶稣基督就是为了拯救我们，为了满足上帝的意，他为我们的罪来担当一切，他舍弃他的生命。但是得着的不只是自己的生命，丰盛的生命，而且得着了很多人的生命来到主的面前，来跟神和好。所以这个力量远远超过那个恶的势力，因为我们这个力量是从神来的，我们这工作的价值是神给的。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能够生出许多的麦子，是不是？这是生命。我们的时间，我们年轻人怎样看我们的人生啊？所以在这边说，人就是赚的全世界，赔上自己生命有什么好处呢？所以这个是看见生命的丰盛的一个地方。心灵贫乏的人，因为他必看见神的国。我们今天如果只是赚钱，其实我们的心灵是贫乏的。我们只有为神的国来付出，为神的国而活，哎，我们生命才丰盛。啊，有一本书很出名的啊，至少他的书的 title 很出名了啊。有钱啊，有钱，那么这个他贫穷，因为他贫穷到只剩下一样东西，他的人生，他贫穷到只剩下钱。我们以为有钱是富有，没有，他很贫穷啊，他贫穷到只剩下钱了，他的人生太贫穷了，从来没有为主而活，没有为这个世界的需要而活，只懂得去抓钱，所以他贫穷到他的人生，他的时间，他每一天所做的所过的，贫穷到只剩下什么东西，只剩下钱。这值得我们去深思啊！有些人的生活就是这样啊。有些人贫穷到剩下钱，亲情也没有，朋友也没有，只要有钱你就是朋友，有钱就有亲情，没有钱就没有朋友，没有亲情可言。但是这是极端的想法。所以我来了是叫羊得生命，并且得丰盛。耶稣对那个撒该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因为人子来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他不是得到永生生命而已，他得到丰盛的生命。你看他跟前面的一个年轻的财主的差别是什么？那个年轻的财主，他就是舍不得那个钱，他的唯一的问题就是这样啊。起初的时候，他跟主对话的时候，
是很谦卑的，跪在主的面前，而且他问的问题很准确，我要怎样做才能够得到永生？那这是生命的问题啊，他知道什么是重要的。那主耶稣说很简单啊，啊，你有没有守律法啊？一二三四啊，他说我这些都守了。但是耶稣问他一个症结，你只缺少一件事，你什么都有，但是缺少一件事，缺少什么事呢？就是他对钱的观念错了。你变卖所有来跟从我，他就忧愁的走了。这边给你看见的问题，我们有时候觉得哇，这个很难实行哦，因为要变卖所有。难的不是这个事情，耶稣要指出的问题是什么？他把钱看成比永生更重要，他把钱看成比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更重要，所以最后他就，虽然他目标对了，最后他放弃了。所以哇，有钱人很难哦，这样越有钱的越难信主。不是的，他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不能。很多很爱主的有钱人，他们为主做很多很美的事。有一对很有钱的，我说有钱呢，也是相当有钱的哈，不是世界级，但是也是真的很有钱的。他有一天问我。说牧师啊，我们两个人在辩论奉献十分之一是什么意思啊？我觉得他很有钱，而且给税很高啊。有钱人给税，比如说他今年赚100万，给政府税50万，比如像这样讲，所以他剩下50万。那我十分之一是多少？50万就是5万啊。但是你给税的钱也是你赚的，所以100万就10万，哎，5万跟10万就差很远了，对不对？他们来问我，我怎样答？我说当然是税前啊，100万就要给10万嘛。哇，他说牧师，原来你教会要我给多点钱啊。我说税后他就心安理得，上帝啊，我不是少给你，牧师这样告诉我的哦，照牧师的话讲，我没有欺骗上帝。这个是钱财很真实的哦。后来我给他什么答案？我说你给上帝多少，上帝也给你多少。他知道我怎样答，他知道我怎样做的。他说牧师谢谢你，我知道怎样做了。你愿意为主舍得越多，你就越丰富。很简单的道理。有一些有钱人不是拿十分之一，甚至他愿意拿十分之二，因为他太多了。我已经讲了，到离开世界的时候，可能他太有钱了，他的95%他从来不需要用的，结果就留给后人。那不如把10%、20%给神，对不对？反正后人都用不完了。你怎样看这个钱财？今天这个救恩到了这个家，你看撒该所做的最伟大的事情，他把他欠这一些，从这些剥削，从这些欺骗这些人的钱，他4倍。还给他们了，并且还把一半拿出来分给穷人，他是最快乐的了，因为他真正明白到施比受更有福啊，他真正明白到神的国的永恒价值比这个世界的短暂的价值，这些世界是无法比拟的。这个人生目标清楚了以后，你遇到各种的困难，各种的试探，你这个什么是真钞票，这个真的你明白了，你其他东西你就懂得处理了。那我就没有一题一题答完，我再一次把这个重点跟大家分享。
谢谢大家。好，谢谢黄牧师为我们带来今天早上的这个课程的分享。那希望学员们都可以学习到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看这个的金钱观，从基督徒信仰来看这个的财富，以我们的主基督成为我们最终的这个目标。好，那我们就请德伟传道来为我们做今天早上的这个结束祷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因为今天早上这一段的时刻，在这整两个小时里面，我们谢谢你透过你的仆人黄助伦讲师跟我们分享圣经的这个财富观，透过他个人的经历，人生的经历，透过圣经的原则，透过神的话语，让我们看到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这个财富，什么才是正确的心态。我们特别进到这当中，我们许多的青少年人会一步步的迈入人生，赚取金钱啊，可能会得到更多的财富在这世上。那么怎么来应用呢？我们求主你让今天早上的学习这些原则，这些重要的真理能够烙印在他们的生命里面，使到他们能够透过神的以神的话语为准则来处理世上的财富，使到他们能够在主里面真正成为喜乐有意义过丰盛生活的人。我们把我们自己也交托在你的手中，如此的感恩祷告，侍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再次谢谢黄牧师。好，谢谢，谢谢大家，祝你们同在。好，没客气。好，那我大家报告，今天晚上同样我们在7点到9点会有另外一堂属灵如何选择教会，由甘兆启传道来分享，请同学们记得在提早来，并且能够准时出席。好，谢谢大家。王菲是摇手啦，招招手，这样你看这个，你来一定能安排他。